钻石海系第109集，亮丽矿，无数采掘窝范围，精神力67段，火焰空间燃烧，哈哈，我打架无敌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信条光系范围，火力167段，多才三柄型光速，你打架无敌，我是专治打架无敌的，谨慎升级，仅仅不要打败你，哈哈哈哈。就这点伤害力吗？太菜了。金光圈范围，白彩方形光束，爬神兄弟认输吧，你打不过我的。多才灯光光速等于限制光速，竟然打伤我了，有两下子，伤害力是高，可惜只是打伤我而已，伤害力再高也打败不了我。难道只有你会斩玉吗？我也会斩玉技能，音频光束斩玉，四边形光速折叠。谨慎兄弟，你竟然会斩玉技能，你会的技能真多，性光速范围，无数星星，限制光速。我以为你有多厉害，原来就这点实力，不想和你打了，你太菜了。过目不忘学会术，限光术范畴，无数限阵，限激光术。你会过目不忘学会术，这个只能无敌啊，你组织光环太强大了。谨慎兄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赢了，我输了。我刚才自己会，为什么你会整一次能和范畴技能？我现在看到你会过目不忘学会术，我就明白了，过目不忘学会术和你越级学习技能的。谨慎兄弟，你刚才不是受伤了？我也没有看见你开启治疗术呀，你的伤为什么这么快就好了？我是不要而愈不合，我受伤不用治疗术的，我无论受多重的伤，最多十秒钟，我受的伤就会痊愈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是不要而愈不合。爬神兄弟，我想学习限术，我想成为一位限术师，你可以教我限术吗？我可以教你限术，看好吧，我只认识一点，你能学会多少就看你的造化。演示完了，限术学会了吗？超光速学会心法，学习限术我学会了，亮限术我现在是66限限术师了。你会超光速学会心法，超光速学会心法，学习只能存在的，你会的只能整理。谨慎兄弟，国神、武神、红神，他们三个现在在哪里？国神现在在红宝石宇宙林家，听说他现在在学习练气，武神现在在六叶宇宙，绿叶神轮当城主，他两个经常来星光宇宙钻石海系精灵们找我喝葡萄酒。红神现在在光速宇宙神界，我们星光宇宙神界和光速宇宙神界是敌对关系，红神现在不是我的朋友了。什么？红神竟然是光速宇宙的？光速宇宙的做了很多坏事，光速宇宙的那是好的。爬神兄弟走，去六叶宇宙找雨神喝葡萄酒，雨神酒量非常好。雨神酒量确实很好，咱对不对？雨神兄弟，我和爬神找你喝葡萄酒来了。我最喜欢喝葡萄酒，我用光年传音符叫魔神来六叶宇宙绿叶神城喝葡萄酒，这么多年没有见了，我们几个好兄弟好好聚聚喝酒。光年传音符，魔神你看这位是谁？甜呀，这不是蹭蹭蹭吗？唱这是吟唱出在读者中，流转在读者中，接分烧说法现在刚的没有我甩了呀。唱这是蹭蹭蹭，可是打拽的现在刚的没有我甩了，哈哈哈哈。魔神好久不见，你说话还是好好的，还是那么直接，哈哈哈哈。魔神兄弟来六叶宇宙绿叶神城，我们几个好兄弟喝葡萄酒，我带来了25000个耳瓶六干年葡萄酒，这六干年葡萄酒好喝的很。六干年葡萄酒，你上次送给我两一瓶，我还没有喝完。六干年葡萄酒也是很好喝，我这就去六叶宇宙绿叶神城找你们喝葡萄酒。未完待续。